你试试扔石头。啊！啊！啊！哎嘿！啊！啊！哥，为什么的？石头能扔这么远？那当然了，你就说我牛不牛吧。牛。嗨，你这都没入水，我来教你拿石头。哥，那是什么？那不大白鹅吗？那这鹅一点星在那一圆点吧。嗨，你这鹅有什么好怕的？烤的。小白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好漂亮啊！你谁呀？干嘛的？那个，这是你家鹅。对，这是我家鹅，咋了？你看，我俩不是稀罕那鹅吗？那借两根鹅毛试试，行吗？不行。拔下两根毛，它会疼的。我只有一根，也不能给你。那再拔一根呗，反正不止个啥。不行，拔一根它也疼啊，绝对不行。小家子气，给你俩钱能拔了吧？拔你两根毛也不能拔它的。来，你试试来。哼，小白，揍他！小白，揍他！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干嘛呢？你们两个小屁孩儿，他俩来咱家院子捣乱。哦，你们仨在一块玩就好好玩，刚好一块上家吃饭去吧。我们才不去你家吃饭，你们家小孩欺负人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今天晚上有肉菜，走吧，走走走。来来来，多吃菜，锅里啊还有的是菜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一个叫汤岩，一个叫汤波，是吧？我过段时间要去镇上一段时间，节前才回来。这段时间，你们三个一起好好玩。海镇，你是你们三个里边最大的，当哥呀就得有个当哥的样儿。你可别老死钻牛角尖儿。你不是说放假了就陪我吗？这段时间忙，等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。每次都这样。
别陪了。你们多吃点菜。哪来的花啊？是在海上各家院子里摘到的。过来过来。我问问你来谁是你哥？错了，是你。夸这个人不行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咱吃了人家饭呢。他爹自己叫咱去的，又不让自己去，不吃白不吃。咱又不沾他，等咱爹回来了补给他就是了。那咱爹啥时候回来呀？我哪知道。那咱以后还跟他玩不玩？玩呗，跟他好好玩一玩。王八羔子还知道回来呀、啊、来吃饭吧。奶奶吃饭喽。我来饭。来，我给你们煮。这是我的。这是奶奶的。汤锅这是你的。哇，来吃饭。这是你的碗。我想吃肉，我想吃豆腐了。行，就吃这个豆腐，挺好的。豆腐有营养，多吃点豆腐。来吧。奶奶，这谁的衣服呀？你爸妈邮来的。哈哈，谢谢。哎，做买卖忙，今年是回来了。哇。来，快吃饭。洗衣服。来，先吃饭。衣服一起吃饭。我告诉你们俩啊，春节之前谁要拿衣服弄脏了、弄破了，就没有你们俩新衣服穿了。啊，这都是用过了，能行吗？放心吧。要不，这次看我，还是我来吧，我跑得快。行吧，走吧，我去。你这次又来干嘛了？我就溜溜溜溜，这次溜。被我逮着了吗？还想跑？
啊，这是。哎，起来起来。哎呦，哎，衣服不完了。嗯，不是啊，到底他自己摔的，可别怪我。谁让你赶的？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奶奶说，衣服破了就永远没有新衣服穿了。谁让我大呢？走吧，上我家去吧，我给他缝。哦，谁让我大呢？别哭了啊！我是哪惹着你们了？每次俩人一块来捣乱。我哥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人不喜你。我哪就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？你爹那么好，你还整天这事儿那事儿的啊？那你这意思，你爹就不好呗？这衣服谁给你买的？你敢说你没有？我没有的多了。我没有的也多了。你没有你弟吗？你没有小白吗？小白给你的，你要想拿就拿吧。谢了。哥，你看这孩子，孩子给我讲的好不好？行，海子你手艺不错呀，叠的还挺好。来，他们给你披上。走。我们得先去找石头啊。没石头啊。那我们可以用那种土当石头啊，换点树枝也行。哎，不对，树枝也不能当石头啊。赶紧收集。给，谢谢。咱们比谁扔的石头更远。溜溜球控制，哈哈，这溜溜球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再来，海子，你家鹅挺漂亮。哎呀，是挺漂亮，就是有点邋遢，还自己啄自己毛。你说他为啥？他为啥老啄自己毛啊？对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下水还有个鸡。可能他下水了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洗澡。不是，他身上说不定有螨虫，就把它啄下来吃了。他肯定是个男的，还有猴急。数字二，你说他飞得起来吗？肯定飞得起来呀。那我怎么没见过他飞呀？他现在在洗澡，不可能飞的。妈呀！你看，这不他飞了吗？他飞了，但没彻底飞出来。是不是水泉糊你脸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其实也糊了我们俩一。拜拜，大鹅，咱们明天再玩哈。拜拜，拜拜。哦，那咱明天还去河边？行啊，哥，咱去烤玉米棒去吧。海正哥，你要不一起吃？那肯定，可是我爸说明天过节要做点好吃的，你俩记得早点来哈。那好，那我们回去了啊，海正哥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明天咱去河边。啊啊。
我想吃豆腐。去添满火去，豆腐开了好给你们做汤喝啊。奶奶，开锅了吗？开锅了吗？开了。快点，快点。铁铁铁，海灯哥还等着我们出去玩呢，快点快点。天快下雨了，还出去玩？奶奶，我们都干活了。对呀，奶奶。行，出去玩会儿就回来啊。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。好嘞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大鳄，他们家养的大鳄。可是我爹说，明天过节要做点好吃的，你俩记得早点来哈。跟我走。